玩二对二嘛？对，二对二。我来调头像位置。哟、第一次跟喵哈合作哦。来啦，开玩了。看样子该害一下喵哈了。不是吧？等一下。哎，不对不对，你不是同队的吗？你们不是同队的吗？想想我们上一次二对二，我的画面是怎么样？我是不是该把我的队友给干掉？杨哥说，杨哥说他有跑去喵哈那边投回断线。好、哦，对我连我朋友都对我没信心。太难过了。我同乡的朋友。怎么会这样呢？好了，阿嬷背面有点恐怖呢。喵哈哦。想想哦。嗯。看一下、三，喵哈那边有太多黄色的，让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啊、阿嬷切切切，好，对不起，讲错了、欸、不是，迪路牌快没了，我觉得要出事了耶。耶、欸、嘿，安静下来。他堵我嘴，不然我们看一下，它是粉色跟紫色。哦啊。啊呀喂！哦，蓝色跟红色、哦。好、哦欸哦、问题，就这个。你怎么出这个颜色？嘿嘿。那我就阿牛。哈哈你没有粉色。转一圈。你只剩紫色了，抽牌吧。该抽的还是要抽，该来的还是要来。它是紫色。嗯，好，想想啊，我没啦。迪路最喜欢粉红色了，我知道。对不起，我发现。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没有，我喜欢蓝色。冷知识。我这里有张。哎呀，没有。完了，没有可以陷害的牌啊。嗯。它还是紫色。居然无脑了。耶。紫色是不是？怎么不讲话了呢？嗯，天机不可泄露。泄露。泄露。对，天机不可泄露。泄肉好吃。泄肉。天机不可泄肉。如果你是橘色就出吧，就是三牌吧。哎呀妈妈！啊！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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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跟着打五，哇，剩阿嬷又快赢了。阿嬷，你自己这的你的运气放在这有点危险呢、欸。阿嬷孔拳最大赢家。阿嬷今天无脑赢了超多，你有点夸张哦。完蛋了。哎呦。你觉得我要赌这一招吗？可是我很怕它翻过来刚好是这个颜色哎、欸。你说它背算了，我继续赌这个橘色哦。那我就。好扯、啊！你运气怎么会这样？你运气超好哎、欸！你阿嬷，你今天怎么了？好恐怖、哦！你知道很多这也除了技术也有，但他运气成分还是很高哎、欸。太高了吧？这阿嬷是大家抢着要队友的吗？太扯了！那个技好好啊！好扯哦！啊！怎么了？啊！发生什么事吗？姨娘，没有忘记还有谁？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跟打。这就没有吧？
哼哼哼哼。朋友给的。I'm sorry. I'm so sorry.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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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哦耶！什么意思？你把你的家务抽掉。哦，谢。嗯，不如。啧啧，要募资了吗？要集资了吗？那你要募资了吗？我朋友给的。嗯，我快睡着。竟然，哇，他钱不够刺激啦！他嫌不够刺激啊！他赢太多场，然后觉得轻松啦。完蛋了啦！上班回来很累耶。啊，也是啦，因为阿摩他那个刚工作回来，辛苦了。哎、欸，不是你队友选紫色，你为什么要硬要选绿色？你们两个是没讲好。哦哦哦哦！我刚看到的签牌，我就按出去了，就是我没听懂。就你在搞。主事啦。嗯。嘟噜嘟噜嘟嘟噜嘟噜。迪露，你喜欢什么颜色 ？No、啊。那我自己选一个。No。No。哦。嗯。哇，紫色好多哦，还有家务，我的天！快拿出到爆，太可怕了！完蛋了，他颜色好多。怎么办呢？那我们队友也会被禁到、欸、我以为是只有队友都會被禁到。没有没有，这个他是那个，完了，喵太友，你选一个好了。我需要粉色，对不起。好吧。嗯。哎、欸。哈哈。七。七。哎、欸，喵太，你是不是刚刚没有戳到？啊！可恶。迪露，这不是我的锅。哎呀！系统，系统。啊！哇、啊啊啊！我真的觉得我怀疑你的牌很怪，你的牌真的有点怪怪。沈凯瑞，沈凯瑞，真的。哇塞！英雄救美，好可怕。哇，这张牌不好呢。居然。你也太刚好了、欸，没有啦，只是刚好有七而已。No， 可恶，出事了！出事喽！出事了，被太多了，太多！哎哎哎，来嘛来嘛，我相信你有的。嗯，我不相信你了。哦，所以迪露没有紫色，不是没有的，没有紫色是不是？好的，好的。耶、yeah. ，嗯，那就，嗯，哎、欸，耶、yeah. ，可恶，耶、欸， yeah. 我终于要赢了吗？没有吗？都这么画到帮你。我要赌看看了，它是蓝色的三。哦，还好是绿的，很怕。还是刚才。喵喵喵喵喵！好抽牌，讨厌。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蓝色的三。
你很专注蓝色山吼。没有，他现在已经很多了。可恶！可恶！可恶！我刚刚手还从那个按钮上面滑下来，边哦按摩按摩。用喵太出声，我才反应过来。他开始干的时候才想到啊，没有按摩。对，可恶。哦，哎呦，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抽到很厉害的牌。不一定哦。他没有蓝色。嗯。哈，哦，有有有。你还有蓝色吗？我又没有按到 Mono 了，喵太应该才是想睡的那一个。哇，这样少了惩罚之后就有点无聊了，你懂吗？那你可以自我惩罚，我是不介意。你确定哦？你要怎么自我惩罚？不要唱歌，我会被感染哦。这样一个唱歌就被两个唱歌，两个唱歌被三个唱歌，然后变成唱都在唱歌。自我惩罚是自己进入那个惩罚阶段吗？啊！哇，他们什么颜色都有哎、欸，没有橘色啊。好尴尬的东西啊！真的。嗯。我刚脑袋飘过说，哎、欸，有人屋哦，对哦。那时候，哎、欸，有人屋，我会记得屋。嗯，他是抽出来的。对，对，所以不是我的问题。颜色牌跟粉红五，哎、欸，不是、欸，迪露，你记得我刚刚最后是什么牌吗？欸、我断线，我断线。啊啊啊！他变阿奇了，阿奇，哎、欸，又是阿奇、欸，为什么？怎么会这样？而且重点是，不是迪露，你为什么没看一下我背面？我背面的牌根本你们救不了，你还硬要翻脸。因为我有两张都是翻。我会好好帮助喵哈的。哦，幸运神在我们这，我不要讲话。哎、欸，我一讲话都出事，出事嘞！出事了，迪露出事了，就你这样。你的幸运是用断线换来的吗？我开始有点在思考这件事情了，你懂吗？嘟嘟，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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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阿摩出阿摩出五，哦，你会被加牌。哇塞，不是哎、欸，喵太的牌有点微妙哎、欸，数字的部分有点微妙。对啊，我觉得我们先打乱他好了，因为那两个太难出了。啊，不是，跑回来啦！发现我牌没有差很多哎、欸，对啊，有至少两个变一个，可是他好像跑到我这来了，怎么会这样？这洗牌洗的不干净、嗯。转色，转色，转牌，零哦，零会转 ，OK， 哦，大家零也太多了吧？一的。啊、阿摩切，哎、欸，不对，不行不行，现在是，哦，对，好吧，嗯，啊，你想说什么？他们应该是绿色的零吧？哇啦啦，殴打，你还有吗？没有。这个音乐也太糗了吧！真的，而且我好怕有版权哦。你在开始乱吼，乱喊。嗯，给阿摩。
换我了，转回去。嗯，转啊转啊，七彩霓虹灯。哦，没有红色。彩霓虹灯，我就是没有绿绿。好，阿嬷没有绿色。你刚刚少一个数字在我这里耶。你说我吗？对。叶明，你哦，魔化大从头到尾只有绿色。哎，哇，你的那副牌让我哈，我就是哈，我刚才看的是哈。什么意思？现在是什么意思？不是我只剩下都一个东西可以吃，红五加二黄。不要红黄。OK OK， 没有问题。我的背景音乐一直疯狂唱歌。真的假的？你说有人在唱吗？对对对啊，我只有绿色。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牌给拿回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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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一直在制造噪音呢，要他不会被抽到版权。我应该可以直接调选一下嘛，音乐调小一点。哎、欸，我是跳出去了吗？真的假的？没有没有，我看你还在啊。等你变成阿奇的时候，我会跟你讲。完蛋完蛋完蛋完，我回得去吗？继续哦，可以。刚发生什么事了？刚刚没有，刚刚就是换手换脚。要自动出牌哦，全绿的我忘记了。哇，不是哎、欸，哇哦，哇哦，你也加太多了吧？翻过去了。跟我换还是你要跟他换？看你要换吧，我牌那么烂，那么好，叔叔讲错，没有推荐的词。我可以把它变小，因为我的牌有点臭啊。先这样好了，换成黄色的，再来一张。嗯，你可以拿回来去，因为你有加二。在你原本的牌阿嬷那边。好啊，那就然后阿嬷只剩绿的。哎呀，被哎呦，他没有黄色。你还有黄色吗？我恨你。阿嬷好像没有红色，对不对？可恶！用到自己了，几个笑？有吗？有吗？哎、欸，迪路，你先等一下，我想一下。Wait！ 哎、欸，我再想一下。Wait！ 你想太多了，要多思考一下。好讨厌哦！我要开做作模式哦。那我会用 DC 静音，你的观众就会疯掉。这是什么一个互相伤害？不然，迪路，你抽个两张，觉得如何？不要，你可以这样对。我把你静音了。你的队友，哎、欸，但是我是你队友，是你队友。内讧，内讧，内讧。蓝色，我觉得我要换成。蓝色，小手牌。嗯哼，看一下你的牌。好啊，黄两张黄，一张红。OK， 两黄一红。噔噔噔噔噔噔噔。
嘟噜嘟噜啊嘟噜啊嘟嘟嘟噜啊嘟嘟嘟嘟噜嘟嘟嘟噜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我辅助我打斧我打斧我突然不是很想要你那一副牌没有你要看一下恐龙我可以偷看别人的牌然后我们待会牌会隐藏起来我绿绿绿红蓝二三四绿三红回转蓝啊你们变成西蓬蓬了我看不到嗯，绿绿红蓝，虽然要出黄色会没事，可是我们这边也很尴尬啊。Let me think, think. 哇，这真的尴尬啊！啊，我出这个啦，你出那个，你可以出两次那个。对啊，小牌小牌。Yeah, babe. 在小牌你。然后我想想看哦。这样的话，先这样好了。懂什么？那个复制上一张卡牌。哦。我的很多，不要拿我的。四二蓝。所以打黄绝对没有事情。没有办法变黄色的呢？迪路没有绿色。啊、，no！ 换哎、欸、啊，没关没关系。喵太，你待会用七换迪路的那个手牌好吧？可以啊，没有问题。虽然你有可能会被加两张。没有关系。也太多了吧。可恶。他这个雾到底会持续多久啊？蛮久了，可是会消失。完了完了，我们的牌烂了，我们牌烂了。Sorry, sorry. 那个迪路只有红色跟蓝色。啊那那那。嗯，继续抽，继续抽，你看一下，只有红色跟蓝色，你要选哪个颜色？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个颜色？我没有啊，我随便选的啊，我随便选的。我刚刚那一副牌没有黄色，所以迪路应该没有黄色，它只有红蓝，嗯，所以它没有黄绿，嗯。嘟嘟嘟嘟嘟嘟！哦，那我哇，嗯，奇怪，我们手牌怎么又越来越多了？感觉增加了吗？对，嗯，我小牌哦。啊啊！我好像只能先出这个。哎、啊，我看到你们的手牌，在换的瞬间会看得到。啊，对啊，我们现在手牌差不多了。我们好像回到了最一开始的。最一开始的原点。最初的起点。哎、休息一下，休一下啦。哎呦，啊，试试看有没有个运气，觉得可以。我们的运气、哦、好像，哎呦，那什么？它是如果你放在身上可以阻挡别人加牌的样子吧？是吧？哦，对。可是出去的话就是选色这样子哦，欸、啊，抽出来了，哦，这个好像还不差呢，
还可以，还可以。不是，我们的牌数又差不多了，怎么回事？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误好久。嗯，差不多，牌差不多，就大概都在五张六张。对啊，差不多。有人问直播到几点？你要问这个乌龙什么时候让我们结束？让我们离开这个牌桌。对，传说中的最后一局都是。啊，好久的，好快睡着。他是不是会侦测我们说什么最后之类的关键字？他就开始让我们。他有这么聪明吗？他可是无比，不是啊，我是说他是那个玉璧。蓝色。迷你用黄色吧。我猜猜，完蛋了，全都是绿的哦！喂，喊完了，你没有黄色吧？这样运气好的转色了，真的太扯了，而且还刚好转成绿。啊，那个重来喽！玩不完喽！哇啦，重完了！哇啦，它是平均，平均呢？Bancon 啊 ，Bancon 啊，然后你们那个雾又再继续照下去。Bancon 啊，我不弄了。爱车啊！阿摩的牌几乎没什么变吧？两张加二绿还在他身上，而且还一次出掉，太扯，运气真的很差，差很多。他是什么颜色？你可以猜一猜。我们来看会不会结束这一局吧。嗯，是没有，竟然没有。太多了吧！我现在眉头是皱的，阿摩应该知道为什么。但是，得人，太多了吧，那就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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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迪路是什么牌？打呢打呢，可以猜一猜。You can guess。没有蓝色，我刚才想说，哇塞，他如果有蓝色的话，这个 combo 很厉害，你知道吗？直接进你的下一家。我觉得不行了，这个牌我们必须得出这一张了。No！ 红色。我很努力的在后排。你可以再帮我们多耗一点。啊！然后喵太可以继续再多抽一点，然后喵太抽超多多的。然后我输没关系，队友有赢就好了。喵的那一套全都是蓝的，你知道刚刚阿摩一次连抽了大概四五张吧，然后全部都是蓝的，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我眉头就渐渐皱起来。What？啊，我们要下班了吗？啊，没有要下班嘞，真的没有要下班嘞，可恶，真的下班不了。加他牌，加他牌。完了，迪路是什么啊？迪路是天使长。等一下，奶树奶树啊！我觉得喵太也可以赌那个，嗯，最左边那一张吗？嗯，还最右边。如果有办法赌的话，啊，好像没办法赌了，可恶。我们要下班了吗？下班了吗？下班！耶！
欸，阿嬷的运气真的好猛哦，直接忽略迪路。赢了五六，赢了四五场吧。好猛哦，好扯哦，厉害了，太猛了，耶！大家可以睡觉了。没有，我要继续剪片了。我的工作还没结束。我也要去工作了，辛苦啦，耶！下次再揪，下次再揪那个超难的维京人。我会死掉。对对，迪路会死掉的那一种。